是什么人？ 是什么人？ 抢走了我的爱人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建斌，非常荣幸滨海艺术中心邀请我参与知己相约这个节目。我会呈现我出道45年一路走来演唱会，就在来临的3月27号晚上8点，我们在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以及线上见。 你哭泣为了分离，分离，分离后再相见不易，我总把你的眼泪藏在寂寞里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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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